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川妹，我现在在海港城这里，已经下班了，在等我老公，我老公也差不多要到了，等他一起回家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啊！去了，去完了。嗯。我想吃蛋挞，去买点蛋挞吧。现在在附近上班，好好啊，可以一起回去。回家做饭还是怎么样？我哇塞，你说了算啊，干嘛我说？女儿也不吃，就我俩。这边买点蛋挞先，晚一点没有了啊。哎呀，酥皮，滚大狗了。要在里面先给完钱先。这个蛋挞好好吃。吃啥呀？这个是冒菜麻辣烫，吃得搞好吗？好，我坐里边吧。我们来这里吃这个麻辣冒菜，好捞我脸啊，晒哈喽，你不才发晒。哇，我的呀，大麻大麻大辣，你没流口水。等你的来吧，一起吃。好了，我知道。流口水了，使劲在咽口水里，我看到的。好漂亮。你叫的清汤啊？我老公叫的微辣，没得感觉呀。你吃噻。OK 啊。你的那么小一份，我的分量大一点。够不够啊？够啊。好辣吗？都出那么多汗。我老公吃的满鼻子都是汗。我那里还有。
戴口罩。我值得戴口罩。啊、不要了。我在外面等你。